吉娃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我受到巴黎福朋喜来登的邀请，然后我要去那边享受他们的设施。今天跟那个 Kimi 还有艾龙约在那边会合。不好意思，打扰喽。すみません。这里的健身房比我想象中的设备还要多哎！听说这边有一个叫做俱乐部当日券的东西哦，它是干嘛的？它就是，就算我今天不来住宿，我也可以使用这边的设施，比如说泡温泉啊，还有我们刚刚五边际游泳池啊，跟健身房都可以使用。哇，这很棒哎，超棒的，蛮酷的。我没有听过，就是不住宿还可以使用这些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设备都蛮好的。来到晚餐时间了，吃饭的时候大家最开心了。对啊，好香！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？喜悦楼的港式饮茶小吃区。谢谢守玉姐姐，太棒了。那如果我们需要有私人空间的话，我这边有包厢，可以先提前预约。哦，欢迎阿罗斯，嗨阿罗斯。今天为三位贵宾准备的是我们的脆皮烧肉砖。第二道就是我们的佛跳墙，其实一般家喻户晓都会吃佛跳墙。再来下一道，第三道呢就是我们的吉之羊小排。那羊小排我们会使用一个特制的蔬菜水下去先腌制它，让它一个腥味比较减少掉。嗯，真是太好吃了，謝謝。你很会煮，当你的老婆很幸福哎。对啊。真的，你看他瘦巴巴的，对，我以后会常来的，等我来都可以，都是你在煮吗？还是有别的？是啊，好，太好了。而且我们包厢的菜色还可以去做变化，哦，有上海菜啊、川菜、粤菜、台菜，哇，好多选择哦。对，所以你今天可能这个吃久了吃腻了，就可以换别的。对对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客人会有不同的需求，那像客人有时候可能年纪大、年长的，我们可以去做调整。这边也太贴心了吧，还可以符合客人的这么多。谢谢师傅。謝謝。那我们要继续大吃哦，大快朵颐喽。阿和师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最喜欢的，你们猜？我知道阿和师。你想把他带回家？喜悦楼。你想把他带回家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煮的菜太好吃了，太厉害了，可以把我养胖胖。然后今天一整天下雨，我们待在这个饭店里面也不无聊，就有很多事情。就是如果不出去外面的话，而且又有会煮菜的厨师，对，这很重要。这样直接包一整天，对，哎，很不错哎。好啦，早一天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来。对啊，哎，你的水是不是满了啊？对啊，我要先去泡泡。你走喽。